看看新闻网。近日，有关王心凌介入隋唐和姚元浩恋情的传闻传得沸沸扬扬，隋唐在镜头前的暗自流泪也让一切矛头指向了王心凌。一直倍感压力的王心凌也在昨天召开记者会做出澄清。王心凌称自己曾经也曾遭受别人破坏自己的感情，所以不允许自己成为这样的人，并在现场数次落泪。我不是第三者，我从来没有介入他们之间。最近我真的受到很大的压力，在感情中我也曾经被第三者狠狠地伤害过，所以我绝对不容许自己成为别人感情中的第三者。